现在您听到这首旋律优美的歌曲《思慕的人》，就是洪一峰先生所作的曲。也许各位朋友不知道，在50年代的时候，台湾歌坛曾经掀起了一股翻唱日本歌曲的风潮，但是当时的洪一峰先生却坚持要自己创作，而谱出了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、流传至今的台语歌曲。他的成就不仅于此，还让他的两位公子洪荣宏、洪敬尧继承了他的衣钵。今天呢，他们为了要给洪荣宏打气加油，特别全家总动员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。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个快乐又甜蜜的歌唱家族为我们带来的《相思雨》。和谐的画面让我们大家看着真是非常的羡慕啊。洪伯伯你好。洪弟弟你好。哎，这个洪伯伯我们知道在这个歌坛可以说是重量级的前辈，真是没有人不知道，没有人不认识他啊。而且您的歌曲可以说是每一个朋友都非常的喜欢，大家都非常熟悉。但是这位好像你没有见过他啊。我来介绍一下，他是我的大弟弟。哦，以前见过他，那个时候还小对不对？有跟你一起做过秀啊？对对对，他 当时是当我的专属乐队。嗯，那其实你在那个一般的歌星的专辑里面，你大概都会看到他的名字。他是像目前年轻一辈啊，编曲编得不错的。哦，对，然后也作曲。我有一首歌曲《红红雾加贼》，你都是一首哎。啊，真的、啊？哎呦，真的是。幽暗不是泰山哦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青出于蓝哦。嘿，对，你小心它更胜于蓝哦。听说最近要出专辑了啊？真的啊？那洪敬尧要不要为你自己的专辑说说话呀？我想，因为我是从事比较幕后创作的，嗯，所以我大概会录一张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东西，这样。比较严重的东西啊？严重啊，严重的东西哦，还要给他结工哦，比较严重哈，下面是比较严重啊，你。那你以前都是走幕后的，现在你自己要走到幕前，因为你要出专辑，对不对？你心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会不会很紧张啊？很期待啊？会不会想把你哥哥打败啊？这个不会想，他当然会很期待哦，很期待。你不要陷害我们，人家其实他本来就躲过了，因为他不想唱歌，就是不想跟我拼。哦，这样子，那是他承让咯。没有，其实我们是不同歌路了。其实我们家我唱台语歌，跟我爸爸唱台语歌，其实他走的路线是比较国语西洋路线。啊、哦，比较不一样的曲风，比较不一样的曲风。嗯，其实平常我们看到这个洪爸爸出来唱歌啊，他们都是唱一些你自己的歌曲。那我们也听到洪荣宏常唱您的歌，但是好像很少你唱洪荣宏的歌曲啊。这蛮新鲜的。对对，尤其今天唱这首《相思雨》。哦，对不？对了对。头一次唱这首歌哦。头一次，头一次。哦，安尼感觉安怎？唱你自己家的歌，有什么感觉？有什么感觉，爸爸？有什么感觉了？嘿。不过这首歌曲当然是真好。啊，咱咧唱的人都爱迄个气氛，啊来啊灌入去这个曲的内面，啊，所以我尽量啊有甲唱安尼啦吼，唱好歹我是唔知影。不会啦，是在盖客气了。我觉得我爸爸现在唱歌的感情越来越丰富。嗯，那么今天你看你爸爸多么的有心，特别选了你的歌曲来给你打气加油，对不对？黄荣宏这次主持节目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他？
哦，我你有啥物话要甲我讲无？甲你讲哟，紧甲我讲。爱认真，努力，好，拍拼。哦，阿你足大，我自细汉就是安尼。哦，自细汉就安尼哦。真正是爱认真。红弟弟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哥哥的？希望哥哥的主持功力越来越好。哦，我相信这个一天一天一定会进步啦。哎，因为刚开始从歌手转到主持，就可能会被紧张。其实我以前啊，跟我弟弟的个性一模一样，我们家都是这样的个性。啊，真的啊？都不要讲话的，我们回到家都是各自往自己的房间一关，都不讲话的。啊啊，邓肯定到你很安静。啊啊、来，小 Ken 出来，第一个就是我。哦，所以当初教我都是大概教音乐都是教到我，其实我弟弟他没有被我爸爸教到，因为你是老大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把所有的期望都哦，厉害努力，认真发表。因为你是头一个听有伊在讲啥的人啊，对不？嘿，听说你们家里还有一个女儿也很会唱歌，对不对？哦，她的命运跟我一模一样啊！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她是从小被我爸爸也是这样的栽培，厉害认真。努力打拼哦，真的哦。但是他蛮可爱的，他跟我爸爸真的是长得很像，唱歌的方法也是一模一样。真的啊？哎呦，那我们真的很期待看看他。洪伟霆，欢迎！哇，小美女哎。对。你好，洪伟霆。你好。今年几岁？十四。哇，十四岁就长这么高嘞。嗯。有没有很多男朋友追？没有。没有啊，真的还假的？还是因为爸爸在这边不敢说。没有啊，真的哦。阿伯，那是有交男朋友，你会安怎？哦，袂啦，伊这个年纪也袂咧啦。啊，当然以后那是迄啰时机那到。哦，阮爸爸呐讲这个话，我较早拢阿伯足大，我唔敢交。嘿，阿伯，我相信大家拢很好奇啊。啊，你讲时机阿伯到，时机是啥物时阵哈？哦，年纪也够少咧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时阵爱个认真读书。啊，做伊个功课，应该爱背晓个所在，爱去认真来研究个呢。哎，听讲我们这个红小妹妹也很会唱歌。哎，你自己谈一谈，当初你是怎么跟爸爸学唱歌的？爸爸有没有像哥哥这样子管教？没有，比较轻松。比较轻松啊！我跟你讲，讲到这个我就不平衡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以前哈、哦、被我爸爸训练的时候真的很严格，啊，后来我看我爸对我妹妹哦，其实待遇不一样哎，可能我爸爸的。那个观念已经改很多了。我以前怎么样？怎样？每天放学回来一定要练一个钟头的钢琴，练一个钟头的发音练习，啊，练半个钟头的乐理，然后九点钟就要睡觉。那吃东西炸的、辣的、油的不能吃，不能吃冰。他现在什么都可以的啦。我这么是为了以后的嘞，哈。哦，这实在是你又唔知恁爸爸的苦心了。不过今天我们知道这红小妹妹这个跟爸爸唱歌很像，是不是？你 可以先模仿一段给我们大家听，看看。那个唱 A minor 啦 ，A minor 啦。哦，爸爸哥规定哦。爸爸跟这个妹妹，就是这个上帝一起同台演出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不是可以跟爸爸一起唱一首歌呢？啊，真的、啊，选一首什么歌？古井秘密。哦，古井秘密，我们来欢迎他们两位的歌曲。当初你说跟阮看破来拼争，旧情绵绵犹原，对你情意到，明知你是金波无情，幸福偏偏为你牺牲。
唱歌，搁把音乐。无啦，阿妈都伊像讲用方嘛是安尼，啊，大家拢有认真啦，哦，啊有兴趣，啊所以有努力，啊就今仔日就小小的成就。哦，真的是每个人拢家己有兴趣。妹妹，你是有没有很有兴趣？啊、哦，真的从小就很有兴趣啊。啊，洪龙洪，恁公爸爸迄时阵管你足严的，对不？迄阵伊拢叫我讲爱有。有啊、哦。有兴趣。哦哦，讲爱有兴趣。阿伯，伊细汉时阵有做皮的无？袂啦，袂啊，真乖啊。安尼哦，其实内底叛逆的心有啦，无犯尔，十八岁才犯。哦，安尼哦，啊伊离家出走，等下你有摕迄扫帚甲伊拍无？哦，这个死囡仔，这死囡仔，拜托严重，你知无？哦啊，真的哦。爸爸啊，即马爸爸讲话紧啊。我一摆去秋梦，我迄阵住台南嘛吼。然后我爸爸一个礼拜只给我一个钟头的时间去外面玩耍，然后他就给我，然后我跟同学已经约好了，那不去都不行哦，那其实是一个信用嘛哈，那我结果就去，那啊那个朋友跟我讲说，哎回来有公车，结果最晚的一班公车没有搭到，那怎么办？台南市我们住台南市到秋茂园其实很远哦，嗯，那后来就很紧张，等下被我掉把叉吧，走等下用走等，走我厝已经暗时啊，唔知几点啊。面清顺顺入去，牙门面汤水顶条摕来，噗！哦，阿哥，家在，我妈妈来，我妈妈来给我讲嘛呢。哦，真的哦，哎呦，阿伯，那是我深刻的印象，到现在还有印象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每一个小孩都这么喜欢音乐，对哈，原来小时候比军队管教的还要严格啊。因为我爸是教要守时信念的啊、哦，要守时。对，嗯，这也是蛮好的一个教育方式。我那时候养成你很好的。真的，我们真的都要感谢了，我们三位都要感谢爸爸把我们生出来有音乐细胞。对对 对, 对。说实在，我们每一个人发展的歌路都不同，嗯 哼，但是我们真的还是要感谢爸爸。对，就像你们今天的成就，都要感谢当时你爸爸这么严格的管教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才有今天你这个红荣红啊，没错，有不哈？我爸爸真少拍我，但迄摆足严重诶。嘿，所以今天都要很感谢洪爸爸，对，当时严格的管教，才有今天你们的成就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哦，今天我想讲应该选一首爸爸的歌，大概做会唱安尼啦，较轻松、较快乐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来合唱一首歌曲。嘿，阿伯选一首歌，我来做会唱。好嘞，嘿，原是我作曲的。哦，波多漫步。哦，波多漫步。波多漫步。真紧张。嘿吼，大家出来念歌哦。哦吼，嘿吼，大家小小来佚佗。哦吼，无分男女都要进出来哟。好啦，哈！慢波波多，波多慢波，慢波波多，波多天青风波波，南国妹妹耍娘歌，唱出波多的慢波，我来爬高你爬高，波波多，唱出波多的慢波。来跳慢步，来跳慢步，波多慢步，慢步波多，波多慢步，慢步波多，波多是几好低头，带动花人到手河，海若水落碧波波，别吃海里边吃波，哦。唱出波多的